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第一个活动。那我们第一个活动是呢，听前奏猜歌。我们会放一首他跳过的歌，如果就是听到之后，如果知道是什么歌的话，就在那边抢答。一组，这样开始。这是前面要排四个人，一共九排。那就每一组的第一个先出来，四排四个，这边一二三。你们刚刚前面有四个点啊，一组一个出来，然后一组站一个点，这样好不好？每一组先排一个人，刚讨论战术，对不对？规则呢，就是我们会放一首歌的前奏，那知道的时候就可以立马上来抢答。坐下去，对，像这样坐下来，讲出那首歌的歌名，或者是那首歌跟凯蒂有相关的地方，比如说哪一个表演，哪一个节目跳过的。也或者是谁唱的什么歌，然后最后答对那个人呢，要上台前面唱或者是跳一段。
Thank you.